不再与缘分，恨也会总会路转，爱也会流亡荒里。哪怕一次偶然的决定也能改变你的一生，哪怕一次偶然的决定也能改变你的一生，决定也能改变你的一生，哪怕一次偶然的决定也能改变你的一生，改变你一生。现在没事了，这两个大美女真是太不像了。请停下车，我要下车。好好，谢谢。先生，哥哥去打仗了，想我的时候就到这儿来。哥哥，别伤心，妹妹，哥哥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，哥哥都会回来找你。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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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一个人在这里。
娜娜姐，啊，你来了。哎，娜娜姐，你怎么下床了呢？啊，我在替怀生剪头发呢。怎么要自己剪呢？我待会儿带他去理发店修剪一下不就得了吗？我自己来吧，我的日子也不多了，能多疼他一点是一点吧。你胡说什么？你是闷坏了是吗？老往坏处想，我以后下了班来陪你聊聊好不好？陪我以后恐怕就难了，过去好在有你和红叶，否则这日子根本就没法过。来，怀生，去洗头啊。嗯。娜娜姐，红艳竟然结婚了。是啊，戴琳啊，红叶的婚礼我不方便去，你帮我把这个耳坠子送给她吧。虽然只有一个，却是我仅有的最贵重的东西。只是我怕这单个耳环，她会说我这个做姐姐的太寒酸，又怕这单个耳环会不会触了她的眉头。快别这么说了，红颜真是个傻子，谁也没料到她会嫁给龙大。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喜欢的是她弟弟龙耀宗，偏偏要和自己作对，真不知道她到底是在报复谁。红颜的性子我了解，她折磨着自己，她的外表看起来挺坚强的，其实啊，她的内心比谁都脆弱。舞池里热闹的样子，怎么，花红叶啊可是大出风头啦！我看呀，今天全上海所有的有钱人全到齐了。可不是吗？哎呀，今天啊，我们的花红叶啊可是大出风头了，她嫁给了我们的龙老板。真的？可不正是飞上枝头做凤凰了吗？对呀、啊。花红宴的最后一夜，您可就是咱们国花舞厅最后一只凤凰。哎，戴琳小姐，你是不是麻利点？这好了就快好了。哎，过来来，我求求你了。我知道。哎，哎，你可真早啊你。呀，少啰嗦，那不就好了？哎，戴琳姐，你快来帮我画眉毛吧，快点啊！哎呀，我都还没好呢，你自己画吧。不然请朱大少帮你画，这样才有所谓的画眉之乐呀。八字都还没一撇呢，哪有红艳的命好啊，明天就要结婚了。哎，真是的，又少了一个姐妹了。红艳嫁给龙老板，国花舞厅是龙家开的，怎么算是少了呢？嘿，的确也是啊，只不过是锅里的盛到碗里的嘛。哎呦，哎呀，我要画眉毛了，今天我的眼皮直跳，怎么画也画不好，心里有事。八成有事要发生了，我的感觉有点不大对劲儿。哎，丹妮姐，你今天不是去看娜娜吗？她怎么样了？越来越不乐观了。你的个性啊，跟她一样，别老的这个下场了。
哎呀，戴琳小姐，快快，鸿雁让你马上上场。哎，你可是我的金凤凰啊！我邀请我的好姐妹白戴琳小姐和我共舞。国家这么大，灾民这么多，我白某不想看到生灵涂炭、尸横遍野的场面，所以尽些个绵薄之力。当然了，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一份职责嘛，啊！可是你有十个干女儿在上海各大舞厅当舞女，替您赚进大把钞票，这好像未免太落人口舌了吧？这位小，哈，这位大记者，好像对我有什么意见吗？啊？针对问题回答。哎，各位，大家听我说，白老板，对不起，各位记者，我们准备了一些宵夜啊，大家不妨边吃边谈。小罗啊，你真是一针见血，果然不负你身心看的很好。我说小罗啊，你可小心点啊，我看白立冰白老板似乎不太满意你的问题。哎，我要真怕了他，这无冕王的名头可要被摘下来了啊。哎，能去哪儿？我回报社发稿啊。哎，小洛啊，去国华舞厅。舞厅好啊。也许最遥远的梦离你最远近，也许最陌生的人也会让你恨。遥远不遥远，不在于路程；陌生不陌生，不在于缘分。恨也会峰回路转，爱也会夜晚花明。遥远不遥远，不在于。叫你给戴琳炖的冰糖燕窝炖好了没有啊？炖好了，太太。其他人的宵夜要准备什么？给爱炖个鸡汤，其他的你就准备鱼汤好了。这花红燕嫁给龙耀祖以后，咱家的白戴琳可就更走红了。白戴琳啊，可是咱家响叮当的摇钱树啊。来了，你们找谁呀？你说我找谁呀？找谁？白立冰在吗？你等一下，我去通知我们老爷。不必了。哎，我去通知啊。长官，你有什么事情啊？你丈夫白立冰呢？他去开会了。长官，你找他有何贵干？我是他的太太，你有什么事跟我说也一样。等他回来，改天我让他亲自登门拜访。不，我们有重要公事，今天务必要找到他。好，长官您稍等。请坐，我去换件衣服，马上就来啊。站住，我奉命逮捕白立冰，查封他的家产。林副官，来，行动。是，走。长官，
你不能随便抓人呢，你到上海滩去打听打听，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家呀，有什么事好商量嘛。长官您请坐，你辛苦了长官。请接白老爷。如今这年头啊，谁有钱谁就是大亨。什么？马上通知龙耀祖，万一有什么事情他知道该找什么人。是。红艳，嗯，这是娜娜姐给你的贺礼，是她最珍爱的耳坠子，虽然只有一只，不过也好，我从来不认为你和龙老板是一对儿，真是一朵鲜花配枯藤。哼，还鲜花呢，做我们这行的人家都把我们当烟花了，随他们说什么烟花，我觉得你是鲜花就行了。白黛琳，哎，你怎么可以私自闯进女人化妆间呢？他妈的，我等你一个晚上了还没轮到我。哎哎，你有钱是吗？老子也有钱，给你看这个。一定认错人了吧？谁认错人了？我的，他是我的白黛琳。先生，你可不可以在旁边坐一会儿？我一会儿就来。我不要。啊！哎。啊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要碰我，一会儿好说。哎，好男不跟女斗，妈的！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哎，跳舞跳舞，继续跳舞啊！音乐起啊！先舞起。来来来，您走您走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滚滚滚，快滚！要泼倒泼倒，哎泼倒，滚！哎是是是。这种人呐，就该教训他。凭什么对我拍照啊？把相机拿过来，来看电影。哎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求你了，不要闹事了啊！不要闹事。哎哎哎哎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别人姓马。哎哎，您是我的客人，有话好说，好说。哎，我是报社记者，我有拍摄的自由。自由个屁！先生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这儿是跳舞场，没有什么新闻可报道的。有没有新闻在于我？就算现在社会安和乐利，一片祥和，报道舞厅歌舞升平的情况也没什么不对啊。况且这位小姐即将成为社会名流的眷属，这最后一支舞我认为有报道的价值。如果你不把底片给我，今天休想走出门。哎，你回来。 你别管，你给我站住。我不想要你的命，也不想让你感冒。我走了。可恶，王八蛋！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！后会有期。回来，红叶，红叶，快回来呀，红叶！
不知谁走漏了风声，百里冰不在了。不在了。长官，我想起来了，老头子说要去杭州一趟，说不准呢，他开完会就直接走了。妈的，一定是你通风报信的。告诉你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今天抓不到百里冰，我们就不走了。我看还是走吧，毕设非常简陋，恐怕怠慢了各位长官。你就是百里冰先生？在下便是。不知长官带了这么多人光临寒舍，有何贵干呢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这位长官，能请教一下尊姓大名吗？啊，我是……少说废话，走。我既然来了，当然会跟你们走。不过这么晚了，总得让弟兄们吃顿宵夜吧。来啊，把燕窝汤端上来。谢谢，我不想吃燕窝，我手下的弟兄们也不会吃。柴窝毁巢而易享口福的事，我一向都深恶痛绝。好，说得好，希望你永远不做柴窝毁巢的事。请。李斌，你就这样走了？我还没死呢，哭什么丧？这是纯金的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妨拿去玩。你误会了，我是信佛的。不好意思。你怎么上来了？哦，我肚子疼，上来拿点女人的东西。好吧，快拿。站住！手里拿了什么？长官，没拿什么东西啊。走吧。他干什么？女人真够烦的，搞不清。每个房间都给我仔细查清楚，查清后门窗都贴上封条。是。顺便提醒所有弟兄们手脚干净一点，不要顺手牵羊。包首长，您放心，我一定看牢他们。等一下，你进书房干什么？啊，我进来拿本《中医大全》。不行，出来，请离开吧。来，把它封起来。是。请什么也不能动。哎哎，你们收拾自己的东西，在楼下客厅集合。长官不会把我们也抓走吧？哎呀，少啰嗦，叫你们集合就集合。哎呦，干嘛这么严肃嘛，再大的官我们都见过，人家多客气呀。哎，走吧。这些当舞女的真够烦的，我真奇怪百里冰是从哪弄来这些小妖精的。弄来的？他们不是百里冰的女儿吗？哎，什么呀，他们都是买来的，小的时候买进，养大了当舞女挣钱，再大一些呢招呼人家卖掉，一本万利啊。小时候买进
大了当舞女。徐大凤呢？红雁，放开我！难得你可回来了，你不先吃了些吗？你是用这种方法叫我回来的吗？啊，好啊，你的目的达到了，你可以停止了。你这玩笑也开得太大了。谁在跟你开玩笑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一向喜欢放大你自己，你以为我真有这种方法把你叫回来吗？这些年你对我了解的太少了。我是对你一无所知，但我知道你对我无法忘怀啊。我当然对你无法忘怀。记得当年在海关大楼的时候，时间到了你却临阵逃脱，只因你贪杯富贵害怕了。你怎么还在记恨这件事情呢？我恨你。为什么你不能等待？为什么你一定要这么激烈呢？啊，你让我跟你私奔，可我当时什么都没有，一无所有啊。为什么不能等我把书念完？不能等我各方面条件成熟以后呢？对不起，我不是你的，我是容易凋谢的。你本就是你的嫂子，难道你不应该对我尊重一些吗？红雁，你别这样子好吗？你折磨自己也是折磨我呀。我花家有我花家的困境，不是你这种在上也可以了解的。你红雁，红雁，红雁，好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你就这样咱们彼此折磨吧，从今天起就当我们不曾认识过。你信不信我雷耀东一定做得到？痛苦的还是你自己。我不会痛苦的，你不配我为你痛苦。我为什么要痛苦呢？红雁，你回来了。妈，怎么还没睡啊？哎呀，怎么淋了一身湿啊？赶快擦擦。哎，明天要出嫁了，着了凉怎么办呢？我这个当妈妈的怎么安心啊？妈，放心好了。红雁啊，妈对不住你，妈要是有一点办法也不会让你。妈，我不愿意。哥哥呢？他睡了。哥，他说要找个朋友去谈生意，所以你又给他钱让他去赌博。妈，你看这个家都被他败成什么样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可我们花家就这么一个儿啊，难道女儿就不值钱吗？妈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妈，哎呦，双喜，双喜啊，你怎么跟人打架了啊？没有，我看不是打架，八成是想赖赌债被庄家打的吧。哎呀，没有，这场雨啊把我的赌运都给浇没了。哎呀，哎呦，我说我是龙家老板的大舅子，可他们谁也不信。龙家，龙家，以后你少打龙家的招牌，在外面招摇撞骗。哎呦，还没嫁过去就翻脸不认人了。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就不要把自己的妹子卖到舞厅当舞女，现在又变成了龙家的小妾，这下你该心满意足了吧。一个做舞女的给我这种身份的人当小老婆，这是抬举她。什么出身，什么年龄，哼，耀宗，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心里打的哪档子算盘？我告诉你，我娶花红雁不仅仅是要她为我生儿育女传宗接代，更重要的是为了断你们的非分之想。哥哥，住口！还没轮到你说话呢，我养你到这么大，供你吃，供你穿，供你读书，现在算是有了点出息，
我要不为你找个门当户对的亲事，我还算什么大哥？我怎么对得起父母的在天之灵？你怎么了？是住在这儿的白黛琳。哎，怪了，真是奇怪啊，怎么又来一个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到楼下去。快点，黛琳姐，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呦，干爹被抓了，干妈也跑了。你看，都天亮了，他们也不让我们回房间睡觉，还叫啊我们收拾行李呢，快死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兵的，你帮我把行李提上去，我给你十块钱。什么十块八块的？再磨磨蹭蹭，我把你抓回去。哟，这么凶巴巴的，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。你还没娶老婆吧？少废话。哎呦，凶巴巴的，死当兵的。你们长官在哪儿？在楼上。哼，你们去那儿啊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东西留下，好的好的，我走了。哎，去哪儿？你上来干什么？这是我家，我为什么不能上来？对不起，这里被查封了。那叫我们上哪儿去？哼，你们干爹白立兵不是在黑白两道都很有路子吗？这回怎么罩不住了？你们的养父白立兵涉嫌走私贩毒，包赌包娼，更严重的是他在抗战时期有投敌行为，出卖党国特工，本人奉江司令的命令，以汉奸罪予以逮捕。逮捕白立兵跟我没关系，为什么要赶我们走？这座房子也属于违产遗产，守备司令部同时予以接收。我刚到家，想回自己的房间拿些换洗衣服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请便吧。鲍车长，司令请你回司令部。我知道了。对了，交代下去，不准为难这些小姐。可他们都是白礼兵的干女儿啊。白礼兵是白礼兵，干女儿是干女儿，有什么关系？听你的。你就是请看。知道为什么抓你进来吗？哼，江湖走久了，难免得罪了一些人，再说手里还有些薄财，当然会有人动脑筋了。别在我面前摆江湖资格，我有几句话你记住。第一，你是汉奸；第二，你的房子财产通通由我接收了；第三，我的部队刚刚从前方下来，弟兄们的手脚都很重。我现在人在你们手上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报告，商会龙会长求见。想不到你挺有背景的，没关系，我们要玩就玩大的。鲍处长，这人就交给你了，是一定要让他承认他当过汉奸。
我也只有两句话。第一，我不是什么汉奸。第二，我年轻的时候为争地盘，我滚过钉板，身上扎过72个洞，所以这点算不了什么。大林姐，你可真行啊，你这一回来什么事儿都可以通融了。昨天晚上被他们闹的连上厕所都不行，现在能好好的洗个澡可真高兴啊。哎，你说他们会不会在门口偷看呢？这很难说啊。我可不要。大林姐，我发觉你好像胖了。什么胖啊？是变大了。你说男人是喜欢漂亮的脸蛋吗？还是喜欢苗条的腰身呢？当然是又要脸蛋漂亮，身材又要好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怪不得那个当官的一见到你啊，两道眼光就直勾勾的。不过他长得倒是蛮英俊的哦。干什么？报告长官，是他叫我们在这里看女人洗澡的。哼，好看吗？我滚。是。一缕阳光照心上，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哎呀妈，这些破衣服旧衣服就不要洗了吗？啊，你妹妹今天要出嫁，她的这些旧衣服旧床单都要洗洗干净的。哎呀妈，来。哎呦，妈您坐。哦，这婚纱可真漂亮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梳妆盒，将来你娶媳妇儿的时候人家也会配过来的。嗯，哎呀妈，哎你看看这龙家对他可真不错呀，这一套套新衣服得花多少钱呢？嘿，人家真没把他当二房给娶过去。闭嘴，少跟我提二房的事。妈，还不是一样啊，我看红雁存心跟我这个当哥的过不去，人家风风光光的把她娶过去有什么不好？连婚纱都不肯用，再说参加的亲友只有几个，也不知道是妹妹的意思还是他们龙家的意思。哼，她呀干嘛非要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呀？你就少说两句吧。你妹妹啊有她自己的想法，结婚嘛一辈子就这么一次，她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妈，那你真的不参加婚礼了？嗯，我不去了。双喜呀，长兄为父，你就代表我们娘家人去吧。啊，哎，不去也好，免得你触景伤情，一下子哭个像个泪人似的。花小姐到。请叩拜礼。姑娘，哎呀姑奶奶赶紧拜吧，这可是
各位，今天是我和鸿雁大喜的日子，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光临，来，大家随意多喝几杯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干干！干干！老先生，请多喝点。是，大家坐坐坐，随便吃啊！吃菜啊！来来来，自己请。老爷，耀宗走了，你先去吧。耀宗也太不像话了，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，说走就走。气死我了，也许是学校有事儿赶回南京去了，别生气了，吃吧啊。来吃吃，各位红颜别喝醉了，我替你喝吧啊。给我倒酒。哎呀，你喝醉了，我替你喝吧啊！你酒替我喝，钱替我花，你还有什么可以替我的？来来来，请啊！我是你哥哥嘛，龙外长，老朽代表四楼三位同仁，祝你万事顺心，左右逢源。对，龙会长，既然是左右逢源，那咱们来个双杯好不好啊？来来来，干个双杯啊！祝双杯，祝你好事成双啊！龙会长，谢谢。祝新嫂子来年生个大胖小子。对，说的有道理。我可是来龙家生大胖儿子的，可是有人却瞪着我，好像不太高兴呢。来，凤仙姐，我敬你，谢谢。来，干干。我瞪着你，是我想起了七年前我结婚的场面。我要是跟你过不去的话，我李凤仙在上海的十里洋场这么多年算是白混了。我干了这杯，不是跟你分庭抗礼，是为我们耀祖高兴，他为我们龙家娶回一个会下蛋的母鸡。我说呢，不高兴的人说话了吧，反正不会生蛋的母鸡把力气都花在叫上。红叶，你刚过门，不要搞得鸡犬不宁了。也能嫁入龙家也算是不错的啦，丰衣足食，出门有车，入室啊还有人伺候呢，我们姐妹们别说有多羡慕她了。哎，来来来，我敬你一杯。你们都是我的女儿，我们敬龙家妈妈一杯。来，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人死了，红雁把人家克死了。像一束美丽的鲜花，别人说悄悄话，管他艳阳像朵花，绽放在有太阳的地方。如果真心相爱，陪他通往幸福的路，在哪里是我的回答，哪怕要从天上到地下。心里有一朵你给的白色茉莉花，再绝望再受伤总是有